么时候迷上神魔之塔了呢？好的，在这里跟大家说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曼。很开心在最后一天来到神魔之塔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神魔之塔的玩家。对啊，然后其实我是比较近期才玩的，然后也是人家推荐给我，因为在我们剧组里面，因为我最近在拍偶像剧《我的自由年代》，然后在剧组里面很多演员都有玩，而且呢，他们都还会比我还厉害，还会教我。然后这就是等于说我们平常拍戏控啊，或者等戏的时候都非常上瘾的游戏。那你要不要告诉 Terry 还有玩家们，神魔之塔呢是在哪一方面特别的吸引你呢？很多啊，比如说画面就非常的好看，好像大家玩的时候都被这一点深深吸引。然后呢，再就是我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女将，就是今天其实有很多 cosplay 他们会出来嘛。那我在里面看到很多那个神魔女将的时候，我觉得天哪，也太可爱了。然后自己有时候要跟他们对打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不忍心，我想到那么漂亮，然后不敢打这样子。对，那这样子好了，神魔之塔竟然已经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了。是 ，Terry， 每个人神魔之塔在他的生命之中都扮演一个角色的，就在你的演艺生涯中，神魔之塔有扮演什么特别的角色？神魔之塔对我而言就是非常舒压的一个游戏，对，因为有时候压力很大，像我最近就马不停蹄，我昨天也是拍到凌晨，然后就拍到很晚，所以在空档的时候玩这个的时候就觉得还蛮开心的，因为其实它很简单，就是男女老幼啊，大家都很容易上手的。所以你都住在大都市里面，压力很大，请举手。在这边特别谢谢神魔之塔。那神魔之塔的 Terry 压力已经更大，因为你要帮助他纾解压力。那 Terry 啊，今天神魔之塔过生日，所以属于每一位召唤师的生日。那生日派对一定要有人啦 ，check； 有好听音乐啦 ，check； 有美女啦 ，check； 有蛋糕啦 ，check。那接下来就是要许愿了。那你是神魔之塔的创办人，然后也是所有召唤师的领袖。那你可以代表召唤师们为神魔之塔许两个愿望吗？请问你的第一个愿望是？我第一个愿望啊，今天是一周年了，还记得在上一年1月27号，我刚推出的时候啊，没有太多人在玩这个游戏，但是现在看到很多人很喜欢这个游戏，所以希望明年都有机会再有一个盛会在。庆祝我们的生日，所以还有我希望在这里公布我们的下载量。刚才这个时候一个月之前已经说900万，我现在是很说，现在下载量已经全球有1000万，所以谢谢大家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我们也特别做了一个牌子，让王子曼呢还有 Terry 可以拿着。好，我们一起麦克风 Terry 拿一下，两位呢就在这个。长长久久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那 Terry 第二个愿望要帮神魔玩家们许的是，跟我家人一样啊，跟都是给我家人还有你们啊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，学业进步，学业进步耶、yeah! 那第三个愿望呢，按照习俗是不说的啦，那我们就来花个10秒钟大家来许愿。好，3、2、1，请许愿。
左边。看看你的右手边。谢谢，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。今天的翁之曼聊现场 Terry， 他又是我们的压轴嘉宾，他应该不会双手空空来带了两串香蕉就来拜年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翁之曼待会呢要跟现场所有的玩家们来挑战，至于玩什么呢？我们来翁之曼待会来决定，说不定他已经非常的厉害。神魔之塔很厉害的，或者可以选择别的游戏也可以。他觉得邓紫棋有比高音嘛，然后豆花妹妹有比自拍嘛，你公司呢说不定有别的想法可以来玩哦。中间再一次，好，再一次拿开板子来拍一个没有板子的，谢谢。这边要把握时间哦，谢谢。视线了，我们再拍个十秒哦。中间后面，七六五四，来这边吧。二，再次欢迎翁之曼。表示的很受欢迎。刚刚今天你有真的带了两串香蕉就来拜年了？没有，我带来了玩神魔之塔最重要的一个，我的宝石。